王姐，来只鸡。下次再拿一毛钱来买鸡，我就送你一扳手。哎，帅气的人去哪里都划算。看，王姐又送我一只鸡了。今天就用这只鸡做到泥焗鸡吧，先切点葱姜蒜。切好的葱姜蒜倒在鸡里腌制，来点蚝油、酱油、盐，用我们纤细的小手给它按摩均匀，腌制20分钟。取一大盆黄河泥，来点82年的高度白酒，搅成这个看了就吃不下饭的样子。取一大片荷叶，将腌好的鸡放上去，将鸡包起来，再来一张砂纸继续包上，千万不要用锡纸，这样鸡就没有黄河泥土味了。将泥糊在纸上，将鸡包裹实，裹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取一大盆沙子，将它倒到锅中炒热，炒热后铲出一半，将鸡放进去，再将沙子盖上去，小火焖一个小时，出锅了。这都硬绷绷了，好烫好烫，用我们温柔的小手给它大力的敲开，我们打开荷叶看一下，真香呀。吃个鸡腿试下，肉质紧实超美味。问题来了，你们说这到底该叫泥焗鸡呢还是砂焗鸡呢？